今儿吃上馅儿馅儿饼了，这什么馅儿啊？鸡肉、牛肉馅、牛肉、羊肉馅、羊肉，嗯，羊腿。这家最有名的是苏东啊，最近很有名。对啊，但是你没买啊，忘了打包了。我那天刚刚吃完这个饭，长粒饭，在我们家里边，这是我的。嗯，你又有。它这个有点粗，加了一点粗。嗯，哦，我这个是什么鸡肉？可以拿一个。正好中午没吃饭。spoon 你拿的是？这跟那个日本那个姜片似的腌的。厉害。这个。嗯，这个配这个，你拿一个小的。